开始我来问好啦，啊，我就讲讲伊，我是那个立法委员游美女的助理，我叫朱婉玲，啊，我是台北的囡仔啦，啊，即届就真感谢大家，互阮即个机会，啊，甲阮安尼款待，啊，委员嘛是甲我讲，就一定爱甲大家说是安尼，啊，之前我。我是法律系念完之后，就那时候觉得说，法律觉得离我生活很遥远啊。那时候先去工作，刚好就到一个民间团体叫民间司改会工作。那时候刚好遇到，就刚刚像郑律师讲的说，检察官乱起诉、乱羁押，或者是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就有办那个江国庆案，在军中冤死的那个案子。那后来就是陆陆续续有接受，比如说法官有的法官不好啊，然后陈情人来我们这边陈情。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之下到游美女委员那边，那也是很感谢说郑律师这边就是给我机会，让我美国去陪审制的制度这样子。那希望说像刚刚讲的那个日本的参审制，我们也有。那希望说之后在未来的两三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制度推得更好，让更多人知道。那也要拜托大家就是多多帮忙，谢谢。